这就是慈宁庵了。舅舅信息有误，这慈宁庵看似早已破败，看来为兄要破散在这求生路上了。休要说丧气话，带我进去一看。是送亲队伍。那是新娘子，她好像在哭，我去看看。刚才新娘哭得很厉害，是嫌咱们脚程太慢吗？当然不是。哎，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跑来接这趟活了？不是林府的千金嫁去尚书府吗？我知道啊。尚书府的公子不久前病故了，看见那媒婆没有？那是鬼媒婆。这是冥婚呐，怪不得出价那么高，我还说林府就是阔绰呢。林府早就不行了，要不然能把好好的千金配阴婚吗？就是指着尚书府帮衬呢。新娘子在里面休息，外人不太方便入内，还请姑娘包涵。我就想看看新娘子，就看一眼。这新娘子不方便见外人，让她过来吧，以后我也没机会和外人说话了。请进。我叫夏侯雪，你就是新娘子？嗯，我叫林婉惜。夏侯妹妹这是一个人赶路？不，是兄长病重，我此次出门是为他求药。妹妹生得水灵可爱，却小小年纪背负重担，真叫人心疼。不用心疼，我一路游山玩水，好不开心呢。可不是，为兄破散之事都忘了。这一路你就在催，我现在便找。别找了，我也找了个遍，除了断壁残垣，什么都没有。那可如何是好？没有安灵设立，极有可能没到黄仙村，你就有破散之嫌。妹妹为何自言自语？哦，没事。妹妹此去求药，怕是碰到了困难，方才听闻安灵舍利，正巧我今日嫁妆中带着，你若有用，便拿去吧。这不妥吧？这块是小了些，总比没有强。阿雪，稳固我的元神要紧。若但眼观劳独梦，宝钗何日不生辰。此物与我已没用处，妹妹拿去，兴许还能派上用场。那便多谢了，但我舅舅说过，受人恩惠便要报答，我想不出有什么能为你做的，实在是受之有愧。真懂事，你认我做姐姐吧。以后我独守空房，心里有个牵挂，不至于太孤寂。哎，别哭，我认你这个姐姐便是。好妹妹，这个舍利倒是见面礼吧，让姐姐为你兄长尽一份心意，以后也见不到妹妹了。好，姐姐放心，那什么尚书府，我悬着味道也能找去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
又不是狗鼻子，哪能循着味道？小姐，雨停了，上轿吧。好，妹妹只身在外，要保重。姐姐要走了。嗯，姐姐保重。嗯，有妖气。有妖怪！快逃啊！姐姐且宽心，我这就出去看看。听说妖怪嗜血成性，妹妹还是待在此处为好。妹妹，我降妖除魔的本事还是略知一二，姐姐勿念，我去去就回。你这小妖在此鬼鬼祟祟的，意欲何为？大王叫我来寻人肉，你莫管闲事儿。那两个轿夫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别碍着老子禀告大王有人肉吃。哼，那你可得问问我手中的兵刃了。这一次且放你一马，不许通风报信，滚吧。此处有个妖怪，唤作黑将军，想必是为祸一方的大妖，我等还是尽快离开为妙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那些轿夫见到妖怪就脚底抹油开溜，没了轿子，新娘子可怎么嫁人呢？没了礼数了，哎呀！黑将军在此祸乱一方，这逃跑的两人也就自求多福了。
这话本不该提。这送亲仪式本就因我府而起，他们随我此行，却要置于危险中而不知。能否施以援手，帮我去找回他们？也罢，姐姐托付，我去便是。